啊，可以啊，我们的菜刀都是用这个泡大钢去制作，这个会请人家去切成四等份，要去把它做提炼。
打开来。
反正还没轮到后面。该砍的砍的好好，砍的好，就这样。
对，这只是让它冷而已啊。削出来之后他才去磨，不然他磨的话是看不出钢在哪里。
对，一般。开始，哎呀，现在倒吧。哎呦，就这样子啊。好的，再做一个，哎，好了。